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八十二面，八十二面第一行，从下面最后这一句看起啊，最后这一句，又可云，能修者，即是行是佛之佛；所修者，即是行作佛之佛。这两个佛有什么差别？我们先要把它搞清楚。是心是佛，是自信，自信就是佛，佛就是自信。所以从自信上来说，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最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一切众生不仅仅是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是佛啊，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是一样的。那佛说众生，众生这两个字的本意，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动物是众缘和合，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矿物还是众缘和合，包括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没有一样不是佛，这叫是心是佛了。为什么？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心既然是佛，哪一样不是佛呢？啊，这就是本来是佛，与是心是佛，本来是佛。虽然本来是佛了，我们迷了，迷失了自信啊，迷失了自信就叫众生啊，就叫凡夫了啊，凡夫跟佛没差别，迷悟不同啊，凡夫觉悟就成佛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下面这个是心作佛了，这是凡夫回头了，我现在要作佛了啊。所以这个是心作佛之佛了，那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想作佛，是不是真的成佛了？真的啊。问题啊，就是这个一念心它不能持久啊。现在在听经在闻法，哎，这个心不错，我发心作佛，可是下面一个念头呢，它又堕落到凡夫去了啊。问题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现在作佛的心啊要永远保持啊，哎，那他这个佛跟前面是心是佛了就相应了啊，就合成一个了啊，那你就真的成佛了。这个话不是开玩笑，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要问我能不能成佛，你不必问别人，问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想成佛？啊，真想成佛，哪有不可能的事情？啊，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真的，心想什么就现什么。这个话如果我们听懂了，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念念想阿弥陀佛，念念想极乐世界，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自己就相应。正如同中峰禅师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啊。啊，一切正念当中，这是第一正念。啊，那你要问，这想多久我才能变成阿弥陀佛？弥陀经上说的非常具体，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啊，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上根立志，一天就成就。啊，顿根劣根的人啊，七天也能成就。啊，那你想七天还没成就，那经上说的话算不算话呢？经上说算数，但是那个七有两种解释。啊，一个是你是数目字，那就七天；另外一个字是表法的。啊，表什么法呢？七代表圆满。啊，七是什么意思？东南西北上下当中，这叫七，这是圆满。那圆满了，这个数目就不一定了。啊，可是一般说起来，我们从四相上去看，啊，你从往生传上看，从净土圣贤录上去看，啊，自古至今专念阿弥陀佛的，他念多久啊，他能够欲知实质自在往生，绝大多数是三年，那这个三年就是七日。啊，七代表圆满，他圆满。啊，三年还不够的话，是五年肯定成就，真的不费太多的时间了。啊，问题就是你专一，啊，要专心，要一心。成佛不难啊，啊，万缘放下，一心专注，啊，我们深信。每个人绝不超过三年，极乐世界就取得了。啊，真正取得的时候，如果这个世界还需要你，需要你干什么？需要你多带几个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帮助阿弥陀佛戒引众生呐、啊。你跟众生有缘，众生相信你，啊，众生呢愿意听你的，这就是有缘。啊，如果你成就了，
念佛往生这缘成就了，没有缘。学佛的人很多，大家不相信你的话，不听你劝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了。你度化众生的功德就算是圆满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其是个很活泼的这个字，它不是一个矮板。那么就是世心作佛之父，这是我们现在这个身。现在这个妄想心，前面世心那是真心，这个心是妄心。自佛他佛了，只是一佛。此地说的他佛是自性，自佛是讲我们现在自身，自他不二啊。虽然在迷，迷这个身相哪来的，还是自性现的，离开自性啊，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大乘教常常我们听到啊，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一切众生，佛是自性。也就是说性相不二。自性是是心是佛的佛。我们现在现的这个相呢，这个相是是心作佛的佛，这样讲大家就好懂了。自信能现能生，现象呢是所现所生，能所不二，这就好懂了。自他宛然呢。自他不二，自他宛然，能所不二，修真不悟。修什么？真干啊，真修啊。真的放下万缘，真的老实念佛，这叫修。修的功夫到家了，功夫成就了，你就证得了。所以有修有证。这个修证是讲什么呢？具足的讲是四个字，信解行证。他这个修字里面就包括了三个。能信能解能行。这修字里头包括这三桩事情。后面能证。真是真果啊。我们对净宗法门，我们能信能愿，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干，真干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真干呢。佛来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果，净宗的正果就是往生。信解行证所以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出来。还原观上讲的威仪有责，为什么呢？做出来就是度众生。我们不照规矩做出来，自度可以，没有问题。不能利他。净宗是大乘，大乘不舍众生呐。念念要帮助众生，念念要有成就众生的这个心，就这个念头。
啊，总要帮助他。帮助他呢，他有没有缘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神通，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众生呢跟佛有没有缘，啊，但是我们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这个修正，啊，这个信戒行正做出来，给他看。他有缘的，他相信，可能这一生得度；他没有缘的，也跟了众生根了。啊，他看到我们这个形象，啊，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看到是立眼根，听到是立耳根，阿赖耶里面都种了佛的种子，这些全都种了善根了。虽然这一生他还是迷惑，啊，他还是不相信，这个善根功德不可思议呀！啊，为什么呢？经教里面说，这个善根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他造业，他受报；他造善业，三善道受报；他造恶业呢，这三恶道受报。啊，什么时候他对于这个六道的果报啊感到厌恶了，感到讨厌了，他阿赖耶里面的佛法种子就现行了，就起作用了。只要这个种子起作用，只要他想到佛，啊，念到佛，佛就现行。啊，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啊，所以来生后世必定因阿赖耶落下这个种子，他得度。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世间法，世间法讲六道。六道里面一切功德了，都比不上这个功德殊胜呐！啊，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学佛的样子给人看了，这即大功德了。啊，出家人不好，破戒，啊，造作种种恶业，哎，他穿上这个衣服，剃了光头，外面走了一趟。你知道他给多少人阿赖耶是种了佛的种子，那这别人做不到啊，那这个他真的是积德了啊。那他造作的恶呢，啊，恶当然有恶报啊，这是肯定啊，自己的因果一定是自己承担啊。啊，他纵然躲在恶道里面，遇到善知识，他还是很快的，啊，回头很快的，啊，这个好像是《太上感应篇》里头有一个公案。啊，说一个出家人，啊，不守清规，造杀盗淫妄，啊，他一个师兄修得很好，啊，当然他跟师兄就不能相处。想方法谋害他，啊，有人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师兄，
他师父连夜就逃了，逃到一个深山里面去修行，在山里都不出来，修得很好，这个造作恶业的出家人的时候，过了几年呢，就死了。死了就躲到畜生道，躲畜生道的时候就变成一只老虎，投到老虎胎。那么以前跟他发生关系的这个一个女孩子，还有一个当中帮他联系的也是个女人，这两个人都堕落了，一个是投了猪胎，一个投了狗胎。那么就遇到从前他这个师兄，他师兄修得好啊，师兄修得不错啊，也很有道恨呐、有一天看到老虎要吃这个猪，吃这个狗，他知道，他一看就清楚了，马上制止，就叫他的名字，你还在找我，你前生害了人，你今生怎么还要杀他？这个老虎一听的时候，他真的就一下醒过来了，就乖乖的不动了。师兄告诉他，你自作孽了，你要受果报。你好好修行，念佛求生净土。这老虎听话，老虎从这一天起就不吃肉了，吃素。吃素以后，几乎就饿死了。他真的，他往生了。这一个猪一个狗也有灵性，也知道后悔，在庙里面呢，跟着大众在一块修行。这个善根，我们知道不是一时啊。过去修行应该有很多事，他才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躲在畜生胎里头被人一点醒他就救，他立刻就回头，所以是善恶因果有报应，真正善根深厚会遇到善知识，佛菩萨会示现常常来点醒你。我们从这些感应的事迹，这感应真的不是人造谣言的，不是随便写出来的，真有其事啊！才知道佛门里头修集的功德了，真实不虚啊！如果你有前后眼，你能看到三世，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你心就平了。你也知道怎样去用功。真觉悟，真回头。那就下定决心，我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真正有坚定的信愿，阿弥陀佛加持你，诸佛如来也加持你，你这个愿一定能够圆满，决定不是空愿，所以修正不误这个重要，要有明显的修正这个样子给大家看，给别人看，那么反过来，如果是不好的样子，那造的罪业很重啊，非常重啊，好的样子，无量的功德，超情利剑，
这一句就是《还原观》上讲的随缘妙用啊。情是什么呢？情是情知，啊，见是什么？见是邪见。啊，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见是成见，错误的见解，那就是错误的看法，这个要理。啊，要超越情执。啊，这个立见，在佛法里面讲，五种见惑。这是理性。那么情呢？情是五种思惑：贪嗔痴慢疑。这是情。啊，这属于情执。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是见。啊。超情立见，就是见思烦恼断了。断见思烦恼是阿罗汉，是小乘。啊，见思烦恼就超越了阿罗汉。啊，这叫大乘。啊，那么在华严里面讲，这个情，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都属于情。啊，见就是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看法，啊，全错了。为什么清净心里头没有情见呢？有情见，清净心没有了；有情见，平等心没有了；有情见，那就是迷而不觉；超情立见，觉而不迷。啊，那么我这个说法，诸位对这。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啊，强名为大。啊，强是不得已，他没有名字。啊，就像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啊，名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那么叫大乘。说以此为能成所成强名大成，这就是总结。啊，这解释大成呢，这幕后这几句话是总结。啊，能成者大，所成者也大。啊，能成是佛的教诲，大乘经，这称为大成。啊，所成是我们所修学的。我们依照大乘经典所修学的，那我们也是学的大乘。啊，故经题中以大乘为喻，以名全经要旨。啊，实际上自信本具的般若，就是经题大乘的意思。大乘就说到此地。下面呢，在底下接着的无量寿，啊，无量寿梵语为阿弥陀，啊，借本经所说极乐世界教主的圣号，啊，所以阿弥陀佛称为无量寿佛。教主的圣号，啊，
阿弥陀三字是密语啊，这个是音，是梵音啊，梵语，古印度的语文啊，含无边密意也。它完全是性德。我们修过还原观，还原观开头给我们讲一体啊，显一体，起二用，事三变，这是性德圆满的体相作用。用什么样的名字能包含这个意思呢？真的就是阿弥陀。阿弥陀把它全包了啊，这个名号是能翻，阿翻成中国字是无，有无的无；弥陀翻成中国意思是量，所以阿弥陀叫无量啊。啊，那我们讲还原观前面的三条：自性清净圆明体无量。从一提起二用啊，二用是依报跟正报，也是无量啊。啊，依报无量大家没话说。啊，为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是我们的依报。无量无边的、正报呢？正报是我啊，我也是无量，是的。我们现在是这个人，前世的，在前世，有的时候投胎在天上，有的时候投胎在人间，有的时候投胎在地狱。其实六道里头哪一道没去过、不止一次，无量啊。就是我们这个灵魂去投胎啊，不但投胎在这个地球上啊，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哪里你没投胎过？所以依报正报无量啊。又何况三种周遍里面说的，无论是精神，精神是受想行识，物质是我们的肉身啊，这是物质。精神活动是波动，物质的活动也是波动，这个波才一动啊。你看三种周遍，第一个讲周遍法界，是不是无量的啊？才动就周遍法界，畜生无尽啊！畜生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波动出生的含容空有啊，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发耳如是啊！那这个法就是体相作用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用阿弥陀三个字来称他，一点不过分，恰恰好就是阿弥陀，无量，提相作用全是无量啊。今若以梵文为华语，阿弥陀是梵文，把它翻译成华语，显密旨与显说，则可以成无边的好。无量无边的德好。自性无量无边，自性起作用无量无边。自这个作用里面，无论是依报正报它的这三种现象三种周边呢，就是三种现象，无量无边。用这个名号非常恰当。今范为无量寿，那寿命只是一种，无量里头的一种，但是这一种是最重要的。诸位想想，如果要没有这个寿命，无量无边，谁去享受的？所以一切德行当中寿命是第一德。你有富贵的命你有智慧德能，如果你没有寿命，你全都落空，所以寿命是第一。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给我们介绍这个无量的意思，阿弥陀的意思他跟我讲无量寿无量光介绍这两种这两种意思呢，寿是讲时间，光是讲空间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无量无边的时空，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都在里面用这个意思来解释阿弥陀的意思所以是取其中首要之意经中无量光无边光等十二圣号同为阿弥陀之德号在经文里面佛讲了十二种光全是形容阿弥陀的赞叹阿弥陀的汉译这是汇集五种本字这个汉译里面说本字翻为无量清净佛，无量觉，无量清净平等觉，觉跟佛是一个意思所以翻作无量觉呢，也就是无量寿佛的意思。这以上多种圣号显喻无量都讲的无量实则佛的功德、智慧、神通、道理、义正庄严、说法度生，夜夜无量那么所以可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你说哪一尊佛不叫阿弥陀只要成佛了就是阿弥陀所以中峰禅师讲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话讲绝了
量无边的法界，法界里面无量无边的诸佛以及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是自信的相分，自信现象了。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不现象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的智慧德相。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不现的时候，不现的时候是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任何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没有。你不能说它无。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德相。当它有缘的时候，这个缘就是一念不觉。从自信变现成为阿赖耶。阿赖耶就出现了三细相。这个三细相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能量、信息、物质。这三细相一展开，就是宏观的宇宙。今天科学讲的量子力学，讲这两样，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包括在其中。你没有办法超越这两个范围。宏观是大宇宙，微观是小宇宙，大小不二。下面说，盖世尊妙德无量，故德号也无量，夜夜冥中所含之德也无量，也是持名所照之德无有量。这接到念佛上，接得好啊。古来祖师大德劝导我们，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说出来了。为什么？念这句阿弥陀佛，所照之德无有量。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你用清净心去念，用平等心去念，用真诚心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个功德无量无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今天为什么念佛解决不了问题呢？你念这个心不诚不真，里面有怀疑有夹杂，把你念佛那个功夫破坏掉了。人家念佛有100分的功德，你念佛只有2-3分的功德。越是真诚，越是清净，越是平等，那功德就越大。同一句佛号啊，为什么？真诚、清净、平等呢？跟真心相应，这一句名号是真心。那我们妄心，里面有怀疑，有夹杂。妄心。妄心念这句真心的时候，真心也变成了妄心，就这么回事情。
啊，静随心转嘛，这名号也是静啊，也随心转了。断看我们自己用的是什么心，效果殊胜，不可思议。啊，你真的明白了，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遭遇什么样的磨难，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了。不但消灾免难，真心去念，也感动这些邪魔，他听到之后，他也会得度。啊，邪魔也是人呐。过去生中也曾经修过行，也曾经念过佛啊，这烦恼习气重啊，变成邪魔。啊，有人提醒他，啊，一念回头，他就是善知识，转邪为正。转迷为悟啊，念佛人常常要存这个心，不要有希望，要有这个心啊。你有希望就会有失望，你就会生烦恼，没有希望永远不生烦恼。哎，看他什么时候转过来了，哎，你会很庆幸，很欢喜。啊，他还没转过来，你知道他业障习气很重。啊，我们对他所施的力度还不够。啊，所以还不能帮助他转过来。啊，慢慢来，不着急。啊，不要起心动念，一切顺其自然。这叫妙用啊。我们看下一段。经题中手标无量寿者，以此三字同摄一经所述。该无量寿是法身常住之体。啊，无量。啊。寿呢，是如如智之体，光是如如智之相，故经体标寿德，光德了即摄于中。寿是如如智的体，就是根本智啊。啊，光呢是如如智之相，那就是根本智起作用，起作用叫厚德智。般若经上佛说，啊，般若无知，无知是讲根本智，无知是什么？是清净平等觉。是自信啊，不起作用的时候，它是清净平等觉啊，这个觉就是它是活的，它不是麻木不仁，它不是死的。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是智起作用，无所不能是德起作用。啊，下面还有一个相起作用。啊，相起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经题里面讲的庄严呢，庄严是相好啊。啊，相好，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是什么？幸福、美满、圆满。这是无量寿的相啊。啊，这种庄严啊，清净圆满的相。与我们世间所讲的名闻利养啊，地位高啊，财富大，与这个不相干啊。那从哪个地方显出的幸福圆满呢？他快乐无比啊，也就是说他在生活里他没有苦啊，利苦得乐啊。你看今天做大官的，做总统的，做国王的，他快不快乐？发大财的，他快不快乐？他不快乐，他还有烦恼啊，他还有不如意，所以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他也不例外啊。啊，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幸福美满。啊，《论语》前面一句话是幸福美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不是外面刺激，那是真的。啊，外面刺激的，在佛法里叫乐，叫快乐的乐，不叫做喜。啊，佛法里面这个喜跟乐啊是有分别的。啊，喜是内心的，内心里头往外面生，这是喜，叫喜悦真乐。啊，外面五欲六尘那是刺激，那种乐，我早年讲经常常用吸毒、打吗啡来形容那个乐啊，那个乐好像落一下的时候后头后遗症麻烦多啊，它不是真的，那是刺激啊。真正喜乐的时候是从内心往外发啊，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是真正幸福啊，真正快乐，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啊。啊，释迦牟尼佛在世跟我们表演的啊，苦行僧他实现这个样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所有的财产呢，三衣一钵，三件衣一个钵，那是他的财产，全部就这么多。那在我们看起来这苦不堪言啊，这日子怎么能过啊，他是其乐无比。啊，从什么地方显示出来呢？从他教学，讲经教学，你看他多快乐。他精神多好。学不厌，教不倦，啊，我们在经典里面没有看到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疲倦了、累了，没看到过。
啊，教学讲经还给人做好榜样，啊，示范给人看，永远不疲不厌，啊，其乐无穷啊。这个才真正叫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啊，以前方东伟先生告诉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从哪里看？从释迦牟尼佛看。啊，你看出了最高的享受。啊，人家说哦，这是精神上的享受啊，那物质上就太贫乏了。错了，你完全不了解，物质什么呢？境随心转，那就得大自在了。那我们不行，我们迷了，迷了自信是什么？是心随境转，苦不堪言呐。我们受外面环境管。操纵啊！啊，所以哪有乐受啊？人真能转境界了，那就真的乐就现前了。啊，真转境界，外面是什么境界？给诸位说。外面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中峰禅师讲的话真的不是假的，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不是他境界跟心转了啊。学佛不是学个，就得学这个本事啊。迷失自信的人还在造恶业啊，他们生在是现在这个娑婆极苦的世界啊。真学佛的人，真念佛的人，境界一转，现在地球上是极乐世界。你所看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佛，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看到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是善知识在实现啊，就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在下面看戏啊，表演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都演得好啊啊，把宇宙之间性相离世因果，你看，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没有终止，表演给你看。啊，我们在地球上，在戏院里面看戏，啊，你说你多自在。啊，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所以要学，学诸佛菩萨，转境界，不为境界转。下面又真解云：极乐净土三种庄严。啊。哪三种呢？他这里注出来了：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一切归寿命。如果没有寿命，这三种庄严全落空了。啊，这三种庄严我都略略地解释一下，注意就明白了。佛是老师。佛庄严
老师好。好到什么程度？无法形容。啊，绝对不是言辞能够说得出来的，能够形容的。老师好。啊，第二呢，同学好。菩萨是同学吗？你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是菩萨。哎，你还不是普通菩萨，你是什么菩萨呢？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你是阿惟越致菩萨，这还得了啊？我带业去往生的，一品烦恼都没断呐、啊！甚至于很多人，就我们自己亲身见过的。一生没学佛，不知道佛法，临命终时啊，得的癌症非常痛苦啊。这个时候遇到有缘人，念佛人劝他放弃治疗，这病知道不能好了，不用再治疗，治疗这很辛苦。还是好受罪啊！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简简单单好处告诉他，他马上就相信啊，马上就劝他的家人，哎，一切放下，帮助我念佛求生净土啊！家人也很听话，很配合啊，一起帮助他助念，念个两三天他往生了，他真走了啊！这样的人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呢？告诉诸位，他是凡圣同居土下辈下生，到那边时候还是阿惟越致菩萨，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他了啊！阿惟越致是圆证三不退也啊！在我们一般来说，位不退是阿罗汉啊，到阿罗汉的时候才真的位不退啊，行不退这菩萨。念不退发生大事啊，我们一般就成佛了，那就是佛了。为什么呢？他已经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证得了啊，阿惟越致才证得，在华严经初住以上啊，超越十法界了。你看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生到那边个个都是阿惟越致菩萨，没有例外的啊！这种好处利益，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啊，在变法界虚空界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家有，其他的都没有啊。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你肯轻易把它放过吗？啊，那就错了。这个机会呀，一定要把它抓住，千载难逢啊！开经记里面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话真的一点不假啊！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这净宗法门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
你怎么会碰到了？啊，你遇到当面错过，那真叫可惜啊。啊，为什么遇到，你这一生就有机会成佛了。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决定不要再错过啊。第三句，国土转移。环境太好了，你看，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到哪里去找？啊，香港。算是一个有福报的地方。啊，如果没有福报，我们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讲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能在这个地方讲华严，讲《无量寿经》，这个地方福报大了，太大了。啊，周边地方会有灾难，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呢。我们要珍惜，啊，要认真的修学，决定不能空过。这才叫真正明白了。啊，真正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三宝。啊，下面这还是真解里面的话。又，安乐国土，一真三种庄严。三段就前面讲的啊，佛菩萨国土入一法具，无量寿部啊，哎，这个两一法具是什么？一法具就是无量寿，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故经题中标无量寿的号，在法藏因地啊，法藏是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出家的法名叫法藏比丘。啊，他在没成佛的时候修行。啊，发愿。啊，成就的果就是极乐世界。啊，果地的福德了，极乐之一真主办。啊，一是环境。啊，环境太好了。啊，正报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主是老师，办是同学。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国王，也没有大臣，也没有总统，啊，也没有什么官员。极乐世界的人很单纯，只有老师和学生。
所以诸位要知道，这是学校啊。阿弥陀佛选在这个地方，那你办学啊。啊，除了修学之外，没别的事干呢。那么极乐世界会不会很寂寞的？不会，很热闹。啊，阿弥陀佛，每一天给你宣说妙法。啊，你听了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欢喜到什么程度？欢喜到睡觉忘掉了，吃饭忘掉了。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没有吃饭的，也没有睡觉的，都忘掉了。你说多快乐啊！又何况这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人的生活啊，每一个人都神通广大啊，随时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闻法。啊，拜佛当然供养。啊，用什么供养呢？用一些香花、珍宝，从哪里来呢？从手上变现出来。啊，手上能出无量珍宝，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在佛那边闻法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容易，太容易了，太快了啊，就是你有能力接触诸佛如来，有这种能力啊，都是随着你念头，你愿意见十方佛，十方佛立刻就能见到。为什么？你能够化身去啊，自己的身在阿弥陀佛面前如如不动，分身已经到十方世界，任何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你在那里修供养，你在那里听法啊，什么法门都听到，不止八万四千法门。啊，我们真正要想学佛，得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不到极乐世界，你学佛闻法很辛苦，要用多少时间？长的时间。啊，那么你在这个世界生生世世投胎换骨。啊，一次投胎又要耽误，至少要耽误十几二十年。啊，还得看缘分。有的时候一生遇不到佛法，一生都耽误了。啊，没闻到佛法，肯定造业，造业还得受报。你说麻不麻烦？啊，今天遇到这个缘，你在晓得这个缘是多殊胜。后面两句话很重要，全部经旨是无不尽，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讲的方法，在一句名号里面呢，通通具足。啊，再告诉诸位，不但这一句名号啊，具足净宗全部，
同时他具足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全部，总不出这一句啊。他还具足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圆满具足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人多啊，真正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人不多。我们在讲习里头特别是讲这部《无量寿经》，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里头介绍的清楚里面有一段告诉我们隋唐时代的祖师大德那个时候在历史上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祖师大德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了大小乘10个宗派都是隋唐那个时候建立韩国、日本、越南周边这些到中国来留学的，以后回去之后成为他们国家的祖师那不是普通人了。曾经研究过也向我们好奇我们细心的探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说了这么多，哪一部经最重要，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大家几乎是一致推崇《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华严经》在佛教里的地位很高成为经中之王根本法轮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根，是本其他所说的一切经呢，是这个树上的枝叶花果华严是根本的那看到华严最后一生圆满成就是什么？是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经。原来华严究竟圆满呢，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乎大家就意识到了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译本，很多那个时候人都曾经见到，都读到所以这一些祖师大德们都肯定了华严最后归无量寿，
无量寿就变成第一了。啊，那我们再想了，今天《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啊，夏莲居这个版本最好，最完备，啊，即无缘一致大成，啊，定证了。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汇集本里面的果实都修正，这是最好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把全经分成48品，我们也像古来祖师大德一样嘛，这48品哪一品最重要啊？当然是第六品。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48愿，啊，是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转述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啊，那48愿哪一愿最重要呢？古大德说过了，第18愿，还随日本有本愿念佛这么一派。他就专门学习第18愿，其他的47愿呢，他都不要了，他就要18愿，能成就吗？有问题。为什么？48愿，每一愿都圆满包含其他47愿，48愿是一愿，你不能有欠缺。那这个日本这个一派投机取巧，那所以它不是圆满的。啊，第19愿发菩提心。第18愿，临命终时，深念必生。这两愿很重要，19跟18不能分呐，因为《无量寿经》上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啊，你看在这个经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你看明白了。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或者是修学其他法门，临命终时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行。那这个法门不一定说是你一定要修净土，你修他法门可以一样往生。啊，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向专念临终十句也是一向专念。啊，这是过去祖师大德为我们说的，那我们明白了。啊，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修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展开就是48愿，48愿扩展就是全部无量寿经，全部无量寿经再扩大就是大方广佛化缘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细说，所以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这说的有道理啊。
啊，华严经又扩展，就是现在讲的大藏经。啊，世尊四十九年再往下扩展的时候，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是总纲领。啊，祖师大德不是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这么一分析才发现的，阿弥陀佛是宝中之宝，无上的法宝啊，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自信呢。阿弥陀佛，学佛没别的，回归自信。那我们真正学会了啊，大乘教常讲会嘛，这个话的意思深长无际，会了，如果是真的会了，你现在就活在阿弥陀中，换句话说，现在你已经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你已经把当前的环境转变成极乐的环境，也就是虽然你在地球上，你还没到极乐世界去，你在地球上已经是跟在极乐世界的心情一样，啊，真的一样吗？真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已经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跟极乐世界有什么两样？一样了。啊，一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了，一分别执着，那差别更大。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无论应化在什么地方，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所以他住什么世界也真法界啊。他的境界什么？他的境界常寂光啊。啊，真正的其如不二法门。啊，这个一点都不假。啊，这个就是中国大乘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中国，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之后，他就住这个境界。我们一般凡夫不知道啊，你怎么看看不出来啊？啊，可是你细心看，你能看出一桩，就看他很自在。啊，你能看出他的清净平等。慈悲啊，你细心观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他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心与常寂光相应，行生活行为
与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你看不出，痕迹都看不出。啊，跟一切人都笑眯眯的。啊，真正做到如何知止。啊，这入了境界了。啊，不入境界，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烦恼习气，也就是他有贪嗔痴慢。无量寿，我们就学到此地，底下一条，庄严。庄严者，探玄记曰：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二是交事义。啊，庄严是美好啊，美好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德，啊，具德，自性里头本具的德相。啊，第二个意思呢，交施，交是交互，施是装饰，这是用我们世间的意思来解释。啊，我们有吉庆的聚会，啊，像世间人做喜事。啊，做寿啊，一定有很庄严的场所啊。我们现在讲礼堂，礼堂要布施，要布置啊，这就是教师的意思。故小本曰：无弥陀经上的七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弥陀经上这一句话几乎每一段里头都有啊，看出极乐世界教学的场所啊，无比的庄严。这个庄严不是人设计的，人设计没那么美好，自然的。啊，为什么是？它是由自信变现的。啊，自信就这么样的美好，无论怎么变。变得再多都是一样的美好，就像你要不信像万花筒一样，像万花筒啊，这里面就几片啊，不同颜色的碎片放在这里面，三片玻璃你去转啊，无论怎么转里面的图案都是有规矩的，绝对不会凌乱。万花筒都有这个性德，那我们自信难道比万花筒还不如吗？啊，再跟诸位说，我们人体是谁造的？为什么里面的血器官那么多？啊，它一条都不错乱，各有各的功能，它是一部机器啊，不是人造的。自信嘛，啊，我们人体自然必须造的时候这样的完备，啊，这样美满，一点缺陷都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全是自信变的，啊，你不用去怀疑，不用去乱想，你想不到的，你想什么全是妄念。
妄念怎么能把真实想出来？那真实怎么知道呢？把妄念放下，真念就现，真实就现前。啊，真实不是不能知道，能知道。你虽然知道了，你也说不出来。啊，所以这一桩事情，为证乃至。啊，古德有个比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这个水是热的还是凉的？怎么给你讲都不清楚，讲不出来。你喝一口明白，你喝一口你也讲不出来。啊，现在给你讲温度多少度，那可靠吗？不可靠。为什么？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人吃很热的，他觉得很舒服，很合适，适合他。啊，有人认为太烫了，有人认为正好，他每个人不一样嘛，没有标准嘛。啊，所以宗门大德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冷暖自知，你自己清楚啊。往生论称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前面说过啊，佛菩萨国土。细论呢，则有29种庄严，这29种往生论原文里头有啊，这29种就是这三种开出来的，归纳起来就是三种啊，文凡不言了啊，看往生论就知道了。今本经曰：“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一句话是说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啊，他确实，我们讲一心一意呀。一向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建造极乐世界啊，也就是建造啊这个修学的场所啊。为什么建造呢？帮助有缘众生早一天成佛啊，这早一天成就啊，这是发无上菩提心呐、啊，帮助遍法界虚空界的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人？能信、能解、能发愿、能行，这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啊，在一生当中，时间长短则个人。阿弥陀佛一定接引他，啊，一定欢迎他，一个多漏。有初修的人怀疑，啊。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时候，有同学就怀疑啊，十方世界人太多了，那阿弥陀佛能搞得清楚吗？那万一把我忘掉怎么办呢？你说阿弥陀佛会不会忘记？现在我们知道不会忘记啊。为什么？我们念头才一动，这就像电台一样，我们电波发射过去，他那就收到了，那怎么会错得了呢？就跟电脑一样的嘛。哎，我们在还愿观上，你看念的那个，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我们心的念头，
还有我们物质，物质是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这个肉体也有波动啊，这个肉体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它都在动，这个波动它跟我们的意念是一致的，我们的意念一心专注极乐世界，全身的细胞都专注啊，每一个细胞，细胞还讲得大了，那现在科学讲什么小光子就是量子啊，我们佛法里面讲微尘啊，每一粒微尘，你看那个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啊，念念成形，那个形就是微尘，形界有实啊，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啊，所以这些波动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机器，我一个意念波动把所有这个波动都集中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个力量很大了，阿弥陀佛能收到了啊，他的能量那不可思议啊，他的能量是自信圆满的发挥啊，我们的能量可以说99.9%烦恼习气障碍了，他发不出去啊，我们真正能跟诸佛菩萨起作用的时候，这个能量很少啊啊，但是佛的能量很大，我们能量立刻周边发现啊，他就说了，这就是有感啊，众生有感，他立刻就有应我们生生在念阿弥陀佛，生生都有感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阿弥陀佛的回应？回应有，我们这个身体是发射的机器，也是接收的机器，我们有没有接收？有。为什么没有感觉？烦恼习气太重。如果我们的心真诚清净平等，阿弥陀佛回应的我们，我们就感觉到，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什么时候命中求，他知道，他到那个时候他就出现了，你就看到了啊，他来接应你啊，就证明他在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没有骗我们啊。他说十方念佛人临命终时啊，真正是念他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他都来接应啊，他的接应化身了，那个化身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所以十方世界一个人都不会漏掉啊！电脑计算机也跟阿弥陀佛比差太远了，没法子比啊！我们现在对电脑都承认都相信，你怎么不承认自信的信德？啊，所以不能怀疑啊，真正怀疑的时候，怀疑他真干，像打赌一样，我就这么干，看能不能，能往生我就占他便宜，不能往生就算了啊，这样态度真的佛也来接引，他也来往生，也能往生，生边地啊，所以极乐世界还有个边地，那边地就是这种心态去往生，他还是去往生啊，但是他还在边地住500年，500年是我们人间的500年啊，人间500年在极乐世界这几天呢，
啊，所以这是讲我们跟他有时差啊，所以他就耽误这么一点时间，这五百年他不能见佛啊，但是他在边地里面能够听闻到佛法啊，能够这个也很快乐啊，像在这个夜摩天一样啊，像天人那种快乐啊，就是不能到那里去见到佛啊，由此可知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都见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要学阿弥陀佛啊，怎么学他呢？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我们在现前要专注，要一心，不要想别的，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用阿弥陀佛的名号，名号里面含着无量的智慧功德，这个智慧功德就庄严极乐世界。哎，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里头有我一分在里头。这个很重要啊。哎，我们庄严这个道场，将来我们自己去啊。哎，在这个世间呢，怎么什么都得放下？跟这个世间结缘啊，在这个世间庄严这个世间，但是我们只庄严让这个世间人去受用，我们不受用，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供养大众啊，我们庄严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我们会有受用啊，你念一声佛号，等于说在西方极乐世界贴了一块净布。啊，你念两声就贴了两块净布。啊，像贴金一样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会真干呐、啊。庄严众心。啊，行是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啊，日常生活行为无不称心的。啊，那怎么样就不称心？你用妄想分别执着的心就不称心。啊，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只要真正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真心，啊，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就成性；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完全成性，圆满的成性。那个我们不容易做到，我们能做到一半。啊，这个一半的时候呢，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跟大众在一起不要常常想到个我，因为你有我你就有分别执着，你就被烦恼转了啊，跟一切人相处要学成无我我跟他是一体，我跟众生是一体，我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是一体，
没有分别，这个好啊，这常常容易，这真正会时间就是忘我了，我执破了，我执一破，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在同居土了，上升了，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要不起心不动念呢？那你是生十报庄严土啊！啊，那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所以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可以学习。啊，问题你的慧。啊，叫庄严众贤啊，又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庄严能庄严的是菩提心真法心啊，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在什么地方起作用的？在生活里头起作用。啊，穿衣吃饭上起作用。啊，在家里面做家事起作用。啊，扫地擦桌子都起作用。啊，在你工作上起作用，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起作用。真诚心不是虚伪的，清净心没有染污，平等心没有功高我慢，正觉心没有迷惑，慈悲心爱心没有自私自利，通用上了啊，这是能庄严的啊。我们用这个心念这句佛号，念字在字啊，啊，我们真的。庄严了现前的环境，也庄严了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每一天多少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去？啊，我们要把贪嗔痴慢疑统统放下，一心专注，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要怀疑。啊，不要去打妄想。啊，极乐世界、十方世界，每一天去的人有多少？太多了，数不清啊！那极乐世界不是就爆炸了？啊，你会想到像我们地球一样，现在是60-70亿人，不得了，太多了。啊，再来70亿了，还得了吗？啊，你要用这种心态，常常就怀疑你去不了了。为什么？你一定要晓得，你才能断疑生信。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土，体质不一样，法相有限，法性无限。啊，法相有大小，法性没大小。啊，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个疑问才会断掉啊，
佛这话总是胡思乱想啊。啊，把极乐世界想成跟我们这一样的，那这毛病都来了。啊，完全不一样。啊，信德不可思议。啊，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如上所引正贤经题中庄严之意。盖法藏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再继续学习，啊，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